鼻道场内化哈，这个有讲过了。现在目前跟讲这个鼻的震惊这个人，我们有一个道士在大陆，他渡他的先生哦，怎么渡都渡不来，渡二十年哦，他先生都不来，但是呢，他先生鼓励他来佛堂，不是哦，对啊，对，他先生鼓励他来佛堂哦，但是他先生就是不来求道。结果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在机场的时候呢，就碰到一个前贤，就跟他讲，哈，你现在二十年都还没有求到，对呀、啊。他就跟他讲，你呢会不会诵经？他说会啊，我会诵经啊。他说哦，他就跟他讲，你哈、哦、会诵什么经？他说弥勒真经。他说哦，弥勒真经好，你就诵这部回向给你的先生好了，业障啊怎样功德还了，所以你如果陪同的人，他会发现你可以诵经给他了。然后呢，他回去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去佛堂去诵经。他在诵经的时候，他念的弥勒真经，念的，然后每念一次要画一个正字嘛。然后他就回去，他先就跟他讲，哎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去佛堂以前都写完相片回来，今天为什么那么晚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一个阿婆哈，一个阿婆哈，他的小孩子哈身体不好，要祈求事业顺利、身体健康。阿婆跟他回向那个弥勒真经，他阿婆不会写字，我正在跟他写正、写正、写正啊，他骗他欠的。他先说：‘哎、啊，你怎么不会求你自己嘞？’他说：‘哦，对哈，我怎么没有求我自己的嘞？’结果呢，当他念到五百页嘛，真的一半五百页的时候，他跟他先生出去。”那天呢，出去旅游，到旅游的时候呢，突然呢，娘亲就打来了，哎，王讲师，我现在在你们的家乡，你们家乡有没有人可以办到啊？在大陆哈，有时候这样子讲就可以渡人哦。他说有没有人啊？我说啊，原来是我跟我先生在外面玩呢，没有办法啦，这样子哈。然后娘亲说，哦好，那就没有关系了。有他先生和娘亲办，啊，去我们家乡哦。对呀、啊，好啊，去办到啊，渡我们的弟弟妹妹去呀、啊，他弟弟妹妹去呢，他们家人啊。他说：“可是你又没有办，你又不求到，他们怎么可能求？”他说：“我也求啊！”就这样，五百遍，全家求到，真的哦。所以哈、哦，有时候诵经回向哈，诚则灵，感则应哦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当然这些你都可以把跟你的陪同人来做一个分享哈、哦。好，经济刚刚讲哈，立德立功立言，超丰富生活经验，充实生活的内容，基础大学创办能力的训练，都是要给他的哈、哦。好、啊。